王总，你吃菜。哎呀，我利用这点时间呢，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这个对这个项目的设想。咱们这个小区马路对面这个综合商厦呀，咱要是承包下来以后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应该建一个高端的商城。这个高端体现在哪儿呢？一定要体现在它的门脸上，那就要高端大气上档次。这个商品也是，一定要全世界各种的名牌啊，咱得一应俱全呢。突出的一个字儿，那就是大次。你这个音高啊，真能说明这个价位不低啊。不过这普通的老百姓都消费得起吗？可以培养啊。慢慢的培养，它不就有了吗？这什么味儿？这是？这哪个菜的味儿？这是？辣不？你干嘛呢？我这就这么高级的商务会谈，你在这吃大葱？大姐夫，太不像话了！你怎么能一个人蹲这吃大葱呢？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！给我一根。那我就不够了。你怎么这么抠呢？王总啊，接葱。哎呀妈！王总，你吃葱也喜欢哈呀？山东人哪有不吃葱的呀？你山东人呐？我也山东人啊。我祖籍山东的，俺们家闯关东过来的。哎呀，还见老乡，老乡，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王总，其实我也爱吃葱，那一块儿呗。给我一根。你再给我就真不够。你想想你们家房子啊，接葱。哈出来！让你哈，你哭啥呀你？哎呀，太刺激了！行了，王总，走吧，咱回桌上去吧。对，就在这儿，这儿离大酱碗近。哎呀，不是，蹲这儿不舒服。你不懂，吃大葱的配套姿势就是蹲着。对，就得蹲着，是得蹲着。这儿，跟我老乡聊聊，你把酒拿过来啊。好。哎呀，没想到你也爱吃大葱。老杨，在哪儿高就啊？我呀，哪儿高就？我就是这个小区物业高就。一直在物业干呢？对，我一直在物业干。我最早吧当兵。不是当过？当兵。你当过兵啊？我当过兵啊。我也当过兵啊。哎呀，您也当过兵啊？你哪年兵啊？我90年的兵。我88年的。哎呀妈呀，那老班长，敬礼。还你！哎呀，没想到！哎呀，战友，真的战友，太巧了！没想到老乡，真战友！王总，不是，您那其实我也当过兵，你也当过兵？别拉倒，你啥时候当过兵？我怎么没当过兵呢？我是89年的民兵啊！民兵啊，民兵也是兵！对。哎，老乡，你在部队是干啥的呀？我工兵连挖地雷的，我侦察连拆地雷的。哎呀，那咱们差不多啊！我是民兵，做鞭炮的。鞭炮啊，这都是火药系统的嘛。既然都当过兵，这个饭可就不能这个吃法了。那怎么吃啊？咱必须吃出点兵味来。可以啊，来一动，按部队的规矩走。来呀，你是班长，你下命令啊！集合，向右看。向前看，稍息，立正，饭前一支歌，团结一百张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有力量就天，有力量就钢，比天还硬，比钢还强。吃菜，吃。哎呀！
好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，痛快！王总啊，今天咱都痛快了，咱是不是该谈谈咱项目的事儿了？必须谈，战友之间必须谈。谈。哎呀，就是你这个档次啊，咱是不是再琢磨琢磨呀？要我说，根本就不行。哎，说什么呢？你有你什么事儿？快过去知道。别，都是战友嘛。都有发言权，不是他，那我就说话了，说，你这个档次那么高，谁买呀，对不对？咱们这块啊，总共有三个比较大的社区，哦，都是工薪阶层。现在这个地方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买东西比较困难，所以我建议您在这儿盖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的超市，买卖肯定好，是不是？咱这样。大到家具，小到挖耳勺，样样俱全。最重要的是，您这个产品的质量必须得好，而且它还可以电话预约送货上门，既方便了大家，您还能赚到钱。您放心，只要您跟消费者掏心窝子，消费者都不舍得让你赔。此处有雷鸣般的掌声。行战之中见神奇，这是买卖。小钱儿，哎。你的意见呢？我的就这么定了。我决定了，这个资我投了。哎呦，好，谢谢。不过我有个条件啊，你必须给我当顾问。哎妈，不行，我当啥顾问？我就是个物业。对，我大姐我都干不了。对，哎呀，这顾问下边就没什么职务。那就算了，要不你直接当 CEO 吧。他那个什么了，我往哪塞呀？你不是这样，王总，你看啊，这 CEO 啊，还是让我妹夫当。哎，我给我妹夫啊当个顾问，这行不行？只要你能去啊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您直接放心。要不这样吧，啊，咱现在就实地考察考察去。可以呀，走啊，这我熟，我带您去，好吧？啊，哎呀，哎，等会儿，小强，哎，给顾问拿包啊。不是他没包，我有包。哎。啊，这片地理环境还是非常好的。哎，小妹夫，妹夫，拿着，把它送垃圾桶去。啊，好，王总，请。好，走。我是 CEO， 你们见过 CEO 倒垃圾的呀？见过。我是 CEO。